就没有牵到你。郭老师，正好几次。郭景老师吗？不是吧？计算思念的一句，我也相信遥远不能改变我和你的默契，却还是抹不平静想念你的心情。你的问候是我温暖的理由，站在你的身旁，我可以片刻停留。想想未来虽然很浪漫，却总是要勇敢。我的期盼是否成为你的负担？回我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，你的心却像是一阵风。思念不听话，自己跑出来，任性追寻你的影踪。也许把梦放了，从未感觉不同，只是离别不忍到珍重。思念不听话，自己跑出来，距离没有用。